沉寂突然成了一阵你又大不了的事，习惯了事，是怕埋伏轻微，太像个孩子。想象终于被告知，是为了太好成全而上司，是大心恶的有心之举，该怎么判断，怎么治？突然的作怪，我只能一刀，我心里酸，我心里你我都还坚持着情感。想未来，就任都责怪你，最好全部从手掌来。想要装对不起来，这些没有依赖，不是因为想耍赖。沉寂突然成了一件你又大不了的事，习惯了事，是怕埋伏轻微，太像个孩子。想象终于被告知，是为了太好成全而上司，是大心恶的有心之举，该怎么判断，怎么治？就任都责怪，我只能一刀，我心里酸，我心里你我都还坚持情感，而不敢去想未来。就
全无从释怀，想了想对不起来，这些没了依赖，不是因为想耍赖。是谁太努力，谁太着急，谁太挑选，是谁故意，谁的问题，可能变得不好掌握，或者其实是你利用图谋，那就揭穿谜局，揭穿大意，让你继续相信，是正义是无情，有人偷走怪物，只能一刀，我心里酸，你笑了你，我都还坚持体验，我不敢去想未来，有人你最好全部都收下来，发现了真对不起来，这些没有依赖，不善于人想耍赖。有人得罪了怪，却没有证据，你说明白，你当你该是记载，你不怕天塌下来，我准备一场我的心离开。有人得罪了怪，你最好全部都收下来。谢谢。